这个神仙鸡的口味非常好，而且非常难预定。我是两天以前呢才预定的这个鸡。主料浙江安吉的竹林鸡，配料猪蹄儿、干葱头、姜、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豆蔻、陈皮等十几种中草药，由十几种调料秘制而成的神仙酱。这个鸡挂完神仙酱以后呢，我们接着把这几个中药啊，陈皮、桂皮、白芷、豆蔻、香叶少许，小茴香啊少来少许，叫提香的啊。这两片姜啊是香料的一种，这个小的干葱头增加这个香的香味儿啊。来一根小葱塞到这个鸡的肚子里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汁挂匀。接下来把猪蹄蘸上神仙酱放入这个砂锅里，把香料、葱、姜、干葱、八角放到鸡的下面，一是防止鸡烤糊，二是可以提香。接着放入瓦缸炉内，一个瓦缸炉内挂十多只竹林鸡，采用松木炭火烤制四个小时，烤制的过程中要开两炉，否则鸡身不上色，而且口感不佳。